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二号选手甘景明为大家带来《曾经的你》，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有请。掌声鼓励，欢迎 Jeremy 甘景明。大家好，我是 Jeremy。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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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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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答，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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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答，不知多少孤独的夜晚，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从昨夜酒醉醒来。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人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yeah。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人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谢谢。好，Jeremy， 谢谢你给我们的表演。感觉到你在过去的这两个月中间，你有做一些不同的调整，根据我们跟你讲的之前的一些评语，但是我还是要说，在你选歌的时候呢，你要考量你的听众，你要考量今天的场合，这首歌我个人觉得重复性、一致性太多了，然后你在演绎的时候，你并没有做出那个很多不同的层次。你的表演我觉得是比较片段性的从头到尾的连贯的那个气势并没有在那边，你对你的唱腔有做一些改变，我听得出来，但是整体上我觉得串联的地方还是可以再加强。好，谢谢。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有请的是我们的三号选手叶衍环为大家带来一首《无尽》，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有请。漆黑仍然铿锵，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甘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
我会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句号仍然倔强冒险日日去征途踏上这无尽旅途谁有能鉴定你的丑恶与美好低预告离堆末奏那次受挖苦的劝告人生梦一场革命至苍老梦趁现在追赶失散风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的伤开始不敢平凡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敢被倒舞的一个用剩余力气去吧鼓掌粤麻麻地，我讲广东话，希望你听得明。哦，冇问题。OK， 咁咧，你唱歌，我首先要赞下你先。你好有自信嘅表现，好有信心嘅表现，吓。咁啊，呢样已经系一个歌手应该要有嘅嘢，你有咗，拥有咗。咁你初初我听嘅时候咧，可能比较紧张，音准同拍子咧都差少少，但系真系越唱越好喎。越唱越感受到你啊，唱嗰首歌你想表达啲乜嘢个意思？咁啊，真假声转换都唔错，咁啊，继续努力，我都俾你几好嘅分数。多谢多谢。好，谢谢徐老师。谢谢，非常感谢徐老师。好的，谢谢。那么下面呢，就有请的是第四号选手李易化，为大家带来一首《You Belong With Me》。You're on the phone with your girlfriend She's upset She's going off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said She doesn't get your humor like I do I'm in the room with a typical Tuesday night I'm listening to the kind of music she doesn't like But she'll never know your story like I doBut 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 She's cheer captain and I'm on the bleachers Dreaming about the day when you wake up and find that what you're looking for has been here the whole time If you can see that I'm the one who understands you Been here all along, so why can't you see You belong with meWalk in the streets with you and your worn out jeans I can't help thinking this is how it ought to be
loving on the park bench, thinking to myself, hey, isn't this easy? And you've got a smile that can light up this whole town. I haven't seen it in a while since you brought you down. You say you're fine, I know you better than that. Hey, what you're doing with a girl like that? She wears high heels, I wear sneakers. She's cheer captain and I'm on the bleachers, dreaming about the day when you wake up and find that what you're looking for has been here the whole time. If you can see that I'm the one who understands you, been here all along, so why can't you see you belong with me?接下来呢，我们要麻烦代员白黑森老师来做点评。嗨，伊凡，你好。你好。对，首先要跟你说的是，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你算做得不错，可是我希望你可以带出更多的自信，更多的自信。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呢，你可以加多很多的肢体的动作，还有你的脸部的表情，可以做得再更好。那唯一我觉得。我想给你的建议就是，我希望就是 verse 跟那个 chorus 那个区别跟的差别可以，如果那个差距性可以再大的话会更好。然后就是在 chorus 的时候，如果那个 punch 那个 groove 可以再做的更多的话，我觉得这首歌会更加生动。所以还是跟你说加油。好，谢谢。好，谢谢森丹老师。谢谢评委老师的精彩点评。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五号选手林世明，为大家带来一首《眼色》。人们身上的谜语已经被解开， Shakespeare 的对白不再精彩，伊丽莎白泰勒的眼眶留下爱情烟火，古老的眼泪拜拜，飞快而永远，只有身体在狂欢，就没负担，耳朵被音乐塞满，跑向云端，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眨一瞬间，谁来笑惹我眼睛的黑色，谁能逃得出我的催眠？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只要看着我的双眼。谁来烧热我眼睛的黑色，谁能值得住我的坎坷？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无法忘记我的双眼。只有身体在狂欢，心中没负担，耳朵被音乐塞满，跑向云端，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睁眼
眨眼一瞬间，谁来烧热我眼睛的黑色，谁能逃得出我的催眠，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只要看着我的双眼。谁来烧热我眼睛的黑色，谁能值得住我的坎坷，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一切都给我，无法忘记我的双眼。无法忘记我的双眼。接下来呢，我们麻烦陈亮陈大哥点评。好 ，Rex 这一首迷幻曲风的代表作，我是到今天目前为止来讲，你是所有参赛当中选手当中最完整的表演的一位。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你的服装造型，你有用心的打扮搭配，然后一出来帽子帽T盖上来，那种诡异神秘的气氛就有了，所以这整个服装造型是有加分。第二个你的舞台动作没有多余的走步，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背对观众走回去，给人家有意境深远的感觉，这也是加分。可是最特别的就是你的唱腔，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唱，以你自己本身的音域跟歌唱技巧是比较难驾驭这首歌曲，所以这个在尤其林宥嘉他是很隐性的把感情压抑在喉咙里面，用胸腔去发声，那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那你呢，歌曲嗓音不错，诠释力也到位，可是因为你发音部位跟你的嘴型太过扁平，所以这歌曲的深度就感觉要差了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前面两个你的都很完整，就唱功的部分或许也是因为今天早上刚起床是不是，对，所以可能还没有开嗓，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这个地方再加强的话，非常非常的很完整的一段表演。好，谢谢陈亮大哥，哇，连早上刚起床都看出来了。好的，谢谢陈老师，好，非常感谢，谢谢。好，谢谢 Rason。 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一位女士哦。接下来的就是我们的六号选手朱哲怡，为大家带来一首《不穿高跟鞋》。人来人往的街头，看见你却磨破了梦，心一寸一寸紧绷，高攀不上你的渴求。戴上耳机找自我，管他会一跌跌不休，不再做梦重复的云朵。上网站逛过天空，不用说高挑的 model， 奔跑在大雨街头，替眼泪找个好出口。爱来到分岔路口，你上有我选择直走，你先走我不送。不穿高跟鞋，不踮着脚尖，忍着痛怎么走到永远？不为你挑选，尽快蜕变，要飞舞着下一只蝴蝶。脱去了留恋，折断了想念，自由和束缚不过一念之间。摇身转变说再见，不穿高跟鞋，不踮着脚尖，忍着痛怎么走到永远？不为你挑选，尽快蜕变，要飞舞的像一只蝴蝶。脱去了留恋，折断了想念，自由和束缚不过一念之间。摇身转变说再见，高跟鞋不穿，高跟鞋不踮着脚尖，忍着痛怎么走到永远？不为你挑选，轻快的蜕变，要飞舞的像一只蝴蝶。过去的留恋
折断了想念，自由和祝福不过一念之间，摇身转变说再见，高跟鞋我的高跟鞋，我不穿高跟鞋，我不穿高跟鞋。唱得很好，您的这个挑的这首歌也很适合你的形象。我觉得台风上面可以加强一点点，然后这个音乐上面呢，你唱的可能拿麦克风的那个技巧再增加一点的话，因为你的声音不是那个就是很透彻的那种，那所以你那个麦克风可以多一点时间可以进入到那个麦克风的话，你的这个声音就会更加强你的这个特色在里面，就听起来就更容易就吸收得到。因为有的时候唱到一半的时候呢，大家就可能会慢慢慢慢就习惯了你的声音，然后就没有了那个一个音乐里边的一个重点，那就比较没有明显的把你的这个特色带出来。这个麦克风上面就拿捏的好一点点，尽量。好，谢谢 Basco。好的，谢谢，谢谢哲怡，谢谢。好，我们也谢谢哲怡。我想呢，每一个人都有心目中自己觉得说，我觉得他唱的最好。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场子谁说的算？来，陈亮陈大哥，总点评。好，纵观这六位的参赛者呢，其实有三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不管是未来是不是要参加类似的比赛。因为既然是比赛，所以呢不能抱的是唱卡拉 OK 的心态，不是把它唱完唱好而已，要让观众或者评审知道你有努力在设计，你有努力在所谓的呈现不同自己属于自己的意境。而第二个呢，我觉得要参加比赛，在今天的所有选手当中，大家都错估高估了自己对很多歌曲的驾驭能力，尤其是很多客观条件的影响，比如说今天是早上比赛啦，现场的条件是开放式的空间，然后可能在这个上台的期间突然跌了一跤，忘个词儿了，忘个都有可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选歌的部分，不要自觉的说我要去炫一下我的技呀，或者我现在要表现一下我的高音。其实也许你在家练得很好，但是上了台真的就未必了。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请所有参赛者，未来很多爱唱歌的小朋友，今天既然能够站上了舞台，就好好把握机会。既然都上来了，就一定要全力以赴。像我刚刚有一个那个最后一位参赛者，青春貌美，那个动作呢就小家子气，放不太开，没有展现他的青春活力。我想评审应该都很同意，如果他能够动作再大一点，再多笑一点，甚至说在设计上面，既然是不穿高跟鞋，就不要穿鞋子，就手上拿着高跟鞋出来了，那个感觉马上那个意境就所有的观众或评审都马上就抓得到了。是，所以在这边提供给大家，今天的六位参赛者其实实力都不错，那也各有特色，就是要再加那个最后一把劲儿。OK， 同时我要谢谢，也要赞扬我们今天这一对这个郎才女貌的主持人，两个搭配真的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陈大哥，谢谢。好，接下来呢，他要带来的是小提琴 violin 的表演，掌声欢迎他。有请。
北齐将带来的是傣族的舞蹈表演。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杨美琪的精彩表演，谢谢，非常感谢。哇，这是傣族的舞蹈表演，我觉得我们新岛的舞台好幸福哦。接下来呢，就是最紧张的时刻了，我们要有请今天参赛的六位未来之星先上台来好吗？对，有请。掌声欢迎新岛男神海翔大哥 ，Jeremy， 好，海翔大哥来。嘉义，朱嘉义，好，好，合照，恭喜哲一，也非常感谢海翔大哥，亚军的颁奖嘉宾，这个是2016年北加州的华人建筑协会的会长赖泽成，有请。欢迎 Basco， 2017年东森新人王的亚军是。恭喜 Mike， 叶衍环，掌声鼓励。好，我们麻烦 Basco， 我们要邀请这个冠军的颁奖嘉宾，是资深的媒体人，东森美洲电视的副总，以及是新任王的教父程亮老师。欢迎 Daniel 大哥，掌声鼓励。哇，这个 Daniel 大哥很慎重，刚刚还来后台确认说名单有没有错。好，2017年东森新人王冠军得主是，哦，好，再把它收起来。有没有人觉得应该谁是冠军？反正拿到奖了先说。谁？怎么还要指别人呢？当然要指自己啊！觉得是一号吗？那有男美少女觉得是谁？您觉得第一名是谁？好，他哎，不错哎，一个指左边，一个指右边，都很谦虚，没有指自己的啊，没有指自己的。Joker 觉得是谁？我觉得他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那 Rex 觉得是谁？现在这个是一个接龙的游戏。2017年东森新人王冠军是林世明，恭喜 Rex！ 恭喜你，谢谢，掌声鼓励，恭喜恭喜。
有请我们的资深媒体人东森美都电视的副总以及是新人王的教父程亮老师来颁发冠军的奖状，有请。恭喜，哇，好，现在呢我们要请梁社长颁发给我们所有的评审感谢状哦。哇，好，程亮大哥，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巴斯特，谢谢，谢谢陈亮大哥，感谢您。够了，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